因為有點唱下咁啊，《浪人情歌》嚇。咁咧喺點唱之前啊，咁我哋咧要唱翻隻生日歌喎。阿張生咧，係啦，小心啊，張生。咁啊，今日係阿張生嘅生日啦，咁好客氣啊。咁啊咧就請大家食蛋糕。咁我哋一齊唱個生日歌，祝阿張生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嚇。咁啊，一齊出嚟唱好吧。張生生日快樂，身體健康啊！恭喜你。最緊要每一樣事事順利。OK， 影翻張相，慢慢打後又不會有什麼影響，希望那天9月30號可以見到大家。你們拍掌是不是真的會來先？買了票嗎？哇，這麼快手？哇，果然是粉絲啊。我最多唱多一點那天好不好？我唱一些你們未聽過的歌好不好？其實有很多歌我都想唱給你聽的，但有時候真的環境的因素令到我很多都是焗住了一個範圍裡面，不過不要緊，我知道我們靚病唱什麼歌你都會啱聽的，是不是？那給點掌聲我們好嗎？好、oh, thank you。 那也都就給點掌聲我們的樂隊啦，難得現在那麼閒，阿 Don 啊，跟住阿 Frankie 啦，阿 Peter 啦，阿 Lam 啦， Fanny 啦，是不是？好啦，那這個時候交給你了吧。我唱了一些點唱歌先。喂喂喂。多謝張生。張生話咧就多謝我哋買器材嘅打賞500元支持我哋。多謝阿張生嚇，多謝曬啊，我唔該啊，我哋買風扇好啦，乜嘢都好啦嚇，我哋諗啊，好啦，多謝多謝，祝你生日快樂啊，張生，多謝多謝曬支持。我係阿陳生點唱嘅呢首叫《浪人情歌》，咁啊，我唱咗佢先。
正在悲伤，又把你忘记。
谁